走进田尾这家私人庄园，绿意盎然，盆栽上头种的是台湾特有种凤岗柿，裸露的树根外形变化多端，搭配黑棋石的覆石手法，展现植物生命力。先插火了以后，然后再慢慢培，一直从小盆子一直在换大盆子，在大一点的时候再放在地上定植，定植了以后就是把它就是在好像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了，我再从地上再把它移到盆子上面来。这里是田尾一处私人庄园，园区主人是一对喜爱园艺的教职退休夫妻，利用闲暇时间透过捡拾来的花器、枯木、废物再利用，搭配像是九重葛、鹿角蕨以及多肉植物，像是枯死的龙柏，种植会爬藤的球兰，展现植物的艺术张力。球兰它比较适合这个耐，它是属于可以种在耐阴的地方，我就想说以后这里我就把那个球兰把它爬满整个这个我们希望透过协会的推动，让大家更热忱，更准备的更充分，来欢迎大家来这里光临，来看看田尾产业的发展。花乡田尾举办第二届迎宾季，将于11月10至13日开跑。这次以 Open Garden 理念，除了这家私人庄园，还有10多家园艺，搭配9项体验主题，等待游客自己去探索。新唐亚太电视叶锡宏台湾彰化采访报道。